的，你喜欢真的。我都笑哭了，这什么表情？其实决定是人生存。爱我和我非我有你是外在我，来自内在。
你知道今天台南是空城了，因为所有人都在这边了，真的吗？今年这一场演唱会应该是2019年在你马上要举办的跨年演唱会之前的跟大家见面的机会，这么一场，对不对？对，最大场，对不对？对，我觉得今天来很像是我小时候开那种演唱会的感觉。Yeah! 对啊，好像就是旁边还有摊贩啊，然后对，天气很好，很热，然后大家非常非常热情，很久没看到你们，你们想我吗？而且今天现场，是的，你们会去我的演唱会吗？好，我帮你问卷调查一下，有买票的尖叫。买了买了，小巨蛋买了，还没有开始，还没开始卖，骗我。好了，很快了，但其实就是大家已经觉得说要抢票去，所以我意思说你们要赶快好好抢票，好不好？但刚刚九令说今天现场很多的摊位，但最重要的我们有金牌啊！掌声鼓励一下第六度的代言人好吗？谢谢谢谢。那你还记得你新拍广告里面的台词吗？就是因为第六度代言了，对不对？对，就是呢，因为其实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要让大家做自己的金牌代言人，对不对？对，就跟你给大家的那个感觉很像，就永不妥协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台南的朋友在这边，你要不要？因为身为代言人，你要不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开心的时候可以喝一点小金牌之类的，就是你们在庆祝任何你觉得经过一番努力辛苦的时候就来一杯这样子OK 的，比如说今天站了3个小时终于走到了公车站牌，值得庆祝，非常好。比如说今天有人早上5点来站那么久终于看到你，是不是该喝该喝？谁从5点来？他那个穿那个条纹像汉堡神偷那个啊。好，的确很久，就是我们在机场有看到吗？九令会认人呢，很强哎。所以今天说等一下只有剩下最后一首歌，但是我相信你需要台南人怎么配合，他们都会配合你。需要一些什么样配合吗？需要大家的手啊，尖叫声啊。好的，因为已经是我后面还有艺人吗？没有了，你可以唱十二点。你们可以那个用尽那个你们的权力，好不好 ？OK。所以所有全台南的朋友，给蔡依林、九令一个最大声尖叫声，接下来的歌曲。Yeah! Yeah! 你说光荣飞的交通
放人在，但是网购甩掉六块鸡排，比现更重要的是买家鞋。Yeah!